它会很快就干掉。哇！好，我直接倒在这衣服上。好，这时候，哎，真的湿湿的，整件衣服变得好凉哦，超凉，太冰了吧？哎，哥，交给你。真的很冰哎，真的很冰。我们是看出痧点，有没有看到这小红点呢？假如红的话哈，也代表你身体的暑热比较重。哦，那假如说有出痧点的话更好，就是你的出痧点是有点红红的，对，小小点小点的，它的微血管循环比较改善。请锁定养生我知道，周周来报道。